莎莉，你你好，好，星期天早上好。嘿，早上好，Vivian。呀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今天穿的衣服很 serious，没找到别的衣服，因 为做了几次讲座，把衣服的 closet 里面衣服是不是都穿完了？再穿回。我现在真的是 homeless，因为我在老人院后面那个房子住的，在装修，然后现在我就拎着大包小包的，在我朋友这住几天，在我的投资房子住几天，满处跑。OK，那没关系，流浪汉，尝尝流浪汉的啊，滋就味。这是。个特别想讲一讲 rejection 哈，实际上，因为我在想啊，你这从运动员到美国来，这15年，在国内15年，在美国15年左右啊，你肯定生活当中遇到了不少 rejection。我就想跟你聊一聊，探讨一下，就是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 rejection，因为这个是年轻人普遍的一个现象，包括我自己的孩子，包括我朋友的孩子，就是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吧，都25、6岁了，就一直不愿意出去找工作、学习，大学也没学完，就是有很多的，就是 fear 哈，就是一些恐惧，就是说。社交恐惧也好，还是对生活的恐惧也好，还是对怕被人拒绝的恐惧也好，就是太多的恐惧。那关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也遇到很多被拒绝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也是个心理状态吧。那我就说，哎，咱们聊一聊，看看你是怎么样子 handle 这个事情。哼哼哼，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，因为一般来说大家就是分享自己去做成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很少去拿这个失败的出来说。其实是那个失败的是很多的，那个成功是失败的母亲嘛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他母亲怎么那么多？对，我觉得每次人生转折的时候，就我自己来说，就是非常容易遇到这种失败。因为当转折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在翻一个坡，或者说你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岔口，你要做一些选择。然后那种的时候是风险极大的，因为你在改变的时候有非常很多的不定因素，包括升学啊这种。像我的话，也是在人生的路口，几经很多的失败。比如说，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不适应这边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痛苦。然后，打乒乓球的时候，很多小的失败，但是乒乓球最大的失败就是说，我当时其实想代表美国去打奥运会，那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，然后我也为之付出非常多的努力，像每天训练很多很多小时，我爸妈也花很多钱和精力在我身上。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能去，然后我就没有去。可能也是因为我自身不够这么 talented 在乒乓球上，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外界的这个因素是不能控制的，那我也很痛苦。那后来呢，上班之后呢，又也感到非常失败，因为这不是我想象的。后来我想着在公司做白领特别特别好，我当时上大学想，我就想在公司找个工作。后来发现我不喜欢整天坐在那边，那面临选择的时候，出来创业也是，别人也反对呀，没有这么多人去 support 你，也感觉非常的挫败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你自己去选择，做生意中也有很多的挫败。我感觉，你感觉到这种失败痛苦，是因为你非常在乎，然后也为之付出了很多。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达到你理想的一个结果，你就会感觉非常挫败。我自己的话就感觉说，我不是特别喜欢别人跟我说很多积极、比较 positive 鼓励我的话，因为没有用的。我觉得那个痛苦是确实存在的。一般来说就是花时间嘛，时间你慢慢的你那种比较痛苦的，这种感觉就会慢慢的变淡。而且你要积极的，你不是积极的处理这个失败的情绪，你要比较积极的去寻找你下一步去该怎么做。那你很快找到下一个努力目标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忘了上一阶段的痛苦，因为我觉得人生属于阶段性的。像有一些朋友，可能因为一件事情，他就导致非常抑郁了，伤心，他过不去了，因为你没有
看到生命它是在不断的向前运转的，这个时间哪怕我们坐在这儿，我们是静止的，但是时间它是往外走的。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可以站在院子里看看天上的云彩，你在那儿不动，但是它是在动的。所以说，就是这样。那当然说，我也，我想看看听听你的想法，然后我也可以分享，几件我经历就是非常具体失败的事情。对呀，你这个分享我已经预料到了，因为当你能够做，就是说达到你现在这一个生活中的一个 stage of your life，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失败和拒绝，才会有今天的这种效益吧，或者是成就吧。因为我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所以呢，我知道，就是如何就是面对 rejection，面对拒绝，面对挫折。然后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自信是多么的重要，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，就像你刚刚提到的，有很多的方式方法，还有跟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童年、不同的承受力、不同的价值观，还有不同的人生态度，还有他的 body 的 composition 也不一样，对吧？组成的那个元素都不一样，和基因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呢。就是面对挫折，面对生活中的失败，肯定是有不同的 reaction。我自己呢，就是实际上也是经过，比如说从上大学一直到工作，一直到读研究生，一直到美国，一直到在湾区做房地产，做了28年。所以从外人的那个角度来看吧，就觉得他太顺了。你知道，每个人都看着我说：“哟，你怎么那么有福啊？你怎么福气那么好？什么好事都临到你啊！”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跟客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还是比较喜乐的一个人，就是无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挫折也好，我基本上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常态，我并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个生活对我不公平。然后为什么我就有一些挫折呀，有一些苦难呢？别人都很顺，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，其他的人都是一道风光嘛，都是一道风景嘛。但实际上，只有走路的人，这个风景，这个本身，这个人才知道他自己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。因为我比你年长很多，所以用中国人的话说，我吃的。饭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，这个话不知道对不对？但是，我想我经历的东西，可能经历的挫折也是，应该是跟你 double 吧。就像你刚刚说的，我觉得讲特别好，就是说，所有的成功都是失败之母堆积起来的。如果没有失败，没有挫折，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人能是成功的。所以，当然成功，也是有一些机缘哈，有的时候也是有可能，有的人一辈子失败到最后也没成功，这个也有。那很多成功学呢，我们只是 promote 成功的人，不去讲为什么人家失败。所以呢，很多书籍也好啊，外面的宣传也好，我们只看到的是光彩照人的一面，没有看到那些挫折的时候痛苦的一面。所以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些在不为人知的后面的故事吧。好的，我想我先分享一下，因为现在大学这个大家都申请嘛，很多年轻人就是也都有一些进了学校，有一些没有进。我是知道今年是特别特别的 competitive，很多觉得能进的学校都没有进去。就我想说，这没有什么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毕业的。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现在来看的话，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学校，但是当时来说，10年前来说，就是一个州立大学。很多朋友，包括我爸妈的一些朋友的小孩，就去那个 UC 这个系统的。我就是去一个，我们拿它就是说硅谷的蓝翔，就跟那种学挖掘机的那个学校一样。但是它特别有技术，然后就学出来马上就能工作那种。这也不是什么好学校，大家没有进去什么，你们想象那种没有什么。我大概是19年就开始申请 MBA。我就想去那种最好的学校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如果不去最好的那种最好之一的商学院，对我来说就没什么意义了。我也不想出来找工作，我主要是去跟那些人学习怎么把生意或者 entrepreneurship 做得更好。
然后我准备的非常非常充足，而且像我最想去 Stanford，因为它离家比较近，而且它有特别有这个创业的氛围。然后它的那个 application 是最难的，像我的简历改了50次，而且我在外面请那些最专业的老师，我请大概是400美金1个小时的，那这些都是我自己付钱啊，他不帮我写的，他们都是说我来写，然后一次一次去修改。我当时特别有意思，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踢足球，老师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我使了半天劲儿把这个球踢出去了啊，搞了几个小时，老师就几分钟就改回来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我说 The ball is in my court again，就是我又开始搞，就是每次来回去都是这样，花了很多时间，包括 Stanford 他让你写的东西都是特别。就是灵魂拷问的，像我写的那个 prompt，就是说，what matters most to you and why，就对你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灵魂的拷问，它不是让你去写你的事业或者赚钱或者怎么样，是让你非常灵魂的这种发问。然后当时我写这个东西写的也是非常崩溃，就想起了我以前非常痛苦的好多经历。然后写着写着还哭起来，有的时候哭起来之后，写完之后又觉得写的不行，重新都给它删了，又重写，这样最后我终于觉得我交上去了一份我认为非常完美的。后来等来的就是一个拒绝的信，当天就是下冰雹。我想象里就是我印象里它是下冰雹，哎呀，我觉得我这个心比那个冰雹还冷，当时是非常非常的觉得 why，就为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。对吧？然后慢慢慢慢你就接受了。别人，我觉得我不会跟别人说一样，你要 think positively。其实当时呢，被拒绝后2、3天是非常的 very down emotionally，就不想说话。所以我也很少就是说你一定行的，这些都是其实跟不熟的人说的。Just take it 如果我对你 just take it，时间会让你慢慢的。等过2天我稍微好一点了之后呢，我就重新，开始。我说，因为我是个有特别有斗志的人，就是越挫越勇的，我就不信。我说我再申请，休息几个月再申请。但是这几个月我还是，专注于我自己做的事情，因为我本身走的路线就是一个 entrepreneur 的一个 person 去读 MBA，这样，那我就继续。做好我的事业，我当时又开了一家，开了第二家的老人院，然后又积累了很多经验，然后转一年我又写申请，我就多申请了几家学校，然后这次我就没有这么那个，没有这么自不量力了，我就申请了，特别好的，我也申请了一个中档学校，我申请了 Stanford、Wharton，还有这个 Harvard，还有 USC。后来 USC 给了我全额的这个奖学金，让我也很开心啊。后来我就说不行，我就去 USC，因为它也是很好学校。然后 Stanford 又给我拒绝了，我也挺无语的。但是我收到了 Harvard 的这个 offer，所以说，就是我觉得你要明白你为什么做一个事情，像你要去上学啊，或者做一个项目，其实你是为了。create 一个 value，然后做这个事情，不要因为这个眼前的失败就感觉怎么样了，因为你的天塌了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整个世界天还在运作，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天真的塌了 ，take it and move on。对，我听你这说下来，我就特别佩服你，至少你是越战越勇，有这样的精神的话呢，无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我觉得你都会 overcome，而且都会 come out better。Stanford 拒绝，其实这个不能说明你不行，只能说明他们不是他们的 opinion，所以呢，他们不能认可你的 value，是他的 loss。所以每次我的女儿收到。rejection 那个学校的 rejection letter，他就跟我说这个学校没要他。我说 so sorry，他们不认可你的 value 是他们的 loss。我就说人吧也是一样的，每个人都他生活有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，他对你的认可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。他 reject 你，并不能说你自己本身不行，只能说你在他眼里是不行，但并不一定是真的不行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是抱着一个
这样的人，这个态度来对待 rejection 或者对待挫折的话，基本上心情就比较 peaceful，就比较平安。我们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，每一次的 rejection 都是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人生和，然后呢，再去总结经验，再去 improve。这样的话，自信心不会受打击，同时你也在学习，你也在进步。那很可能呢，每一次的拒绝都是下一次更好的机会。所以有一句话叫 "Human rejection can be God's divine protection"。哎，我觉得这话挺有意思的。他说，人对你的拒绝很可能是上帝对你的保护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想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那么顺哈，并不一定是好事。还有一句话叫做 "Rejection may be a redirection of your life"。你像你被 Stanford 拒绝了，你去上哈佛，没准哈佛更高的平台、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、更多的一些 resources 对你来说是更好。那肯定你的使命，上帝给你的使命就是把你放到最高的平台、最好的。这个最好的呢，就是需要时间来等待。所以你等待到的，你最后争取到的是对你来说最棒的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 rejection 也好，遇到挫折也好，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它的话呢，那心态就平，那就是不会自信心受打击。我觉得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自信心受打击以后呢，就很容易影响到你最后以后的 performance，还以后的生活。对，是这样的，而且，有些学校他也不是说他觉得你不优秀，而且大家都在申请，可能你跟另一个人，都差不多吧，都非常优秀，那人家只能选一个，可能觉得，哎，你可能是亚洲面孔，我们不能收那么多亚洲人，或者不能收这么多白人，他就给你刷下去了。所以说很多东西，因为我们都非常渺小。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就不管我们工作还是去学习还是去竞争一个东西的来说，就能看出来了，哇，这世界有这么多人，然后能你有的资源就是非常少，那这非常正常的，你得不到一些东西。如果说你想要什么都得到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世界的统治者了。目前还没有这样的，所以，你要是统治者，你就给自己办个学校就好。自己在家私办一个最好的学校，对吧？就是 it doesn't work like that，所以就是承受就好了。你再找下一个就不会怎么样，因为我们觉得当时这个失败，包括有时候我做生意或者什么天大的事情，但是后来回头看没有，它只是众多步骤里面的一个，哪怕那个步骤就是走坏了，其实最后也没有怎么样。但是当时是你非常注重所有的精力都在。观察这个事情，都在只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。但是你想大一点，你对，这个我非常认同，非常认同。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比如今天觉得是天塌下来的事儿，过了2天或者是半年以后看，哎呀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对，而且我自己经历的话，一种就是这种被拒绝，非常直白的嘛，失败了，一个小的任务上面。还有就是，可能大家对你的不认可，做一些事情，大家对你的不支持、不理解、不认可。而且，当你往往做一个特别好东西的时候，特别特别新鲜的东西，或者你超过了大家的这种价值观，他就容易不认可你，因为他希望你做不成，这样来，这样怎么说叫，justify 他自己的这个。justify 他们自己的认可，对他们自己的认同对，来符合自己的这种价值观的想法。我像我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、非常特立独行的人，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。当然说，大家也要对自己有非常深的一个了解，不是说你去做传销，大家都拒绝，你还觉得自己是特立独行的，你自己得有一个正常的分析。因为很多朋友他就是给你意见，让你去曲解他，不要曲解他，就是你得自己还是评估好。你认为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，不是说大家这 common sense 就是不好的事情，你还坚持，那就不行。就是说，我说的是另一种，比如说当时我在科技公司也是白领嘛，对吧？white collar，然后挺好的工作，我就要辞职，而且我辞职，我不是做那个中医诊所嘛？中医诊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在里面做前台，因为我自己的生意。
我做前台的话，我自己能给他搞顺了，我再去雇人。经常有两批人，第一批就是我辞职的时候，他们也对我挺冷嘲热讽的。他说："你辞职多好的工作，你这么年轻，你去辞职，然后做一个你完全不懂的东西，然后做的也不是说什么很高大上的一个东西。"我遇到好几个人，就是给我泼冷水。我当时心里非常非常不舒服，我觉得大家都不能理解我。但是我分析了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有数，能做起来。然后别人也说："你看人家都做不起来，都赔钱。你那么年轻，你做这个，你更不可能赚钱了。"那我也不去跟他 argue，因为我没什么好 argue。人家说的也是对的呀，我也没做出来。但是我心里告诉我自己，别人做不成的话，我能做成，就是我去坚持这个事情。但是说我心里很不高兴，当时听到这样的事情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第二个就是说，我在那边开业了，然后人家来，他说你以前做这么好工作，你现在就在这儿做这些，就是好像就是瞧不起你。他瞧不起你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不懂。那后来我创业创了大概七八年吧，做生意了，然后很多这样的人就来找我，他说怎么赚钱，怎么投资。就是当你做一个 leader 的时候，当你做一个先锋的时候，pioneer 或者 entrepreneur 或者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的时候，你的很多东西别人是不理解的，因为你能看到比他们更远的，你才去做这个，你已经看到了 next three or four steps，那别人还在 step zero or one，他当然不能理解你在做什么，所以说，我觉得我想给两个意见吧，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看到别人做一些不同的东西，你可能不是那么认可，但是你尽量别去 judge。你可以给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，但是不要去 judge 别人，因为会可能是你不太明白他在做的。然后第二的话，当我们做这件事情，别人来去 judge 你的话，你也不要说完全不听，你要听他们的一个意见，然后你不要 take it very negatively。他们不可能不知道、不懂你在做什么，但是你听他们的意见呢，做一个 critical thinking。如果人家说的对呢，你进行一些改正；如果说人家说的不对，你要坚持自己强大这个内心，继续去做，不要去受影响。这个是我想给的这种两个意见。这个建议非常好，我真的是很 amazed 啊！就说你就是那个脑子就那么清楚的知道自己，去比如说去开辟一个你自己的新的事业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看到好几步 ahead of you，同时呢，也能够把周围的噪音能够去掉，能够 focus 在你自己内心的知道要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难得的 quality。那很多人呢，一般来说都是人云所云嘛，别人做什么我也去做什么，所以就是一窝蜂。那一窝蜂去做事情的，永远是我觉得是跟风的那种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创意精神，那不可能是成为 leader。那就像你这样子，能够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，而且你心里主要是有底气，因为你知道你是谁，别人可能不能够overcome 的一些困难，你能够 overcome，你自己知道你能 overcome，别人不能够 tolerate 的东西，你能够 tolerate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对自己就是得了解，就像你刚刚说，要了解自己能承受什么，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可能 expectation 也设置了，就是说如果我失败，我会怎么样？你没有说我这个事情就一定做成，就是失败了，I can take it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对一些事情就怕挫折，是因为我们 expectation 太高了。以后呢，你就会想，哎呀，这个不能失败，一失败我就承受不了。那如果说你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一颗红心，两手准备，你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，我尽量去做，做到最后，如果不成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我不会 shock，我不会不能 take it。对，我不是一个特别盲目自信的人。以前我跟一些，我觉得美国人就是他们，我觉得美国人其实我也算是美国人了，挺有这边的文化的。但是就好多我觉得美国的那些人，白人吧，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，他们很容易盲目的这个自信，我非常不能接受。有的时候我会说，哎呀，万一我这个东西没弄好，我的 plan B 是什么？他们不允许 talk about plan B。
他说你这个 house doesn't allow any negative thinkings。这我说怎么这叫 negative thinking？这不是 plan 吗？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，像我妈就教我未雨绸缪。未雨绸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就是其实就是失败了。你出门觉得不下雨，然而它下雨了，你的计划失败了呀？那它下雨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就是我觉得挺影响我的。然后我会说，万一这样怎么样了？但是我其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我不会去想失败。但是其实是内自己内心也是能就是接受的，就不是盲目的自信的。我觉得很多男孩子比较盲目的自信，太盲目的自信，怎么你就不能输呢？你什么事情很多东西不在你控制范围，都是50%50%的，没有谁说我就是必胜，你的口号是这样喊，我也经常在那儿，我一定怎么样，你是这样喊口号，但是事实不是这样，就很多人他盲目自信，可能最后那个一受完打击之后，他站不起来了，因为跟他想象的，甚远。我这边比如说我尤其做老人院的时候，我还没开门，我就想万一开不了门了，没做起来，我的能力没给他做起来，我就给他做成房产投资，给他做成短租。做短租依然有回报，就是依然会赚钱。我这样去做，那因为我有了个底之后呢，我往前冲这个最好的目标的时候，我就更加勇敢。我就说不行，我就退回来。就是我觉得一定是这样。像那个写商业计划，它也是有个退出的计划，就是 exit strategy，就是你怎么退出，万一止损啊退出，它必须得有这样的计划，不能说是你只写它成功的。对，因为你失败是失败的理由就是千千万呢，你成功的其实很都少，是少的，对，大部分你要成功失败，但是失败它也是一种成功，是为什么？在你积累经验的过程中，它就是一种成功了，你下次会做得更好。如果说没有经历失败的人，就很容易盲目自信。我发现有些中年人。中年的一些朋友，我自己观察，因为很多朋友也是中年人在看我们这个。为什么中年人呢？我不是说年龄，不是说年轻或者年纪大有什么区别，就是说他可能因为一些家庭的压力，他没有敢去做一些事情，在他30岁他就有小孩了，他不敢辞职去做一些事情。然后到他50来岁、40、50岁的时候，小孩长大了，家里面不需要他。这样去赚钱糊口，他就想创业了。我看好多人都是，他有机会，他要创业了。但是其实他没有这个脱离公司在外面社会的这种经历，他没有这种经历。我稍微有一点，因为我从公司出来，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很混乱，然后这些人他是非常参差不齐，很多问题都是人造成的，他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因为公司的话都是全都安排好了，不会说有特别不好的人。也不会说有特别好的，你可能也接触不到，就大家都差不多嘛，非常好都是。所以说他出来他就就容易，就那样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做更多的这种做更多的怎么说呢？评估吧，对这个事你要多了解，然后再出来，你才能去避免失败。然后你如果失败的话，也不用担心，这个很正常的。因为像我们很早辞职的，已经经历了很多轮这种失败。像我们之前诊所也着火，弄得都不能开了嘛，不能开了之后，我马上找别的地方去弄。其实都是说起来很轻松，其实当时这些经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因为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我没有想到解决方案，我的员工们就要丢工作了。我一手打造的一个生意就关门了，如果我不能处理好，那这些东西是在公司没有办法去经历的。然后有的时候不光是处理事情，还有你自己一个情绪，就是你的情绪有点要崩溃瓦解的时候，你的事情就处理不好。其实往往那个处理那个事情是比较相对是简单的，我觉得是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。你有的时候在家里坐着，突然就不高兴，你说你要找个解决方案。这个很难啊！你说你要坐在那儿，你想喝，你想做个红烧牛肉，这个容易。你去买就，它也是 structure problem。这个你坐在那儿突然就不高兴，心情怎么样呢？它是一个 unstructure problem。比如说你经历的失败，我怎么样去走出来？这个比做饭难，这个比你准备申请学校要更难。
因为它没有头绪，没有步骤，而且大家的这种想法和接受能力，像 Vivian 说的，都是不一样的。你必须得了解自己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经历了挫折，心情不好，又 depression 这个那个，他找朋友去说没有用。我觉得找 therapy 可能他能帮助你尽快的去走出来，但是其实还是你自己内心嘛，你得了解自己，然后去接受，我觉得才可以。Sometimes 能够比较 calm 来对待哈，能够脑子比较清醒，那是因为你平时经常会想象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对待？你会准备，你会 rehearsal，你会预备。那很多人呢，他认为生活就是平平安安，就是岁月静好，不会出现风风雨雨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准备。当一旦出现了没有想象到的事情以后，他就慌了手脚，他完全就不能够冷静的对待，然后也不能有平安的心。以前有一个人，他先生被 diagnose cancer，后来他自己自杀了，人家先生后来还治好了。所以，这有点太惨了。如果你想没有 problem，你就到那个墓地去，那是没 problem，那很多人都没 problem。如果要在活着的人身上看到没有 problem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要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以后，再大的风雨来临之前，你都会至少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。就像你都有一个 plan B、plan C，那怕什么？不行就 B 和 C 都可以啊。你像前段时间加州不是政治气氛也不太好啊，然后那个火山呐、什么自然的那个 natural disaster 到处都在说，我就哗就跑那个 North Carolina 买个房子作为 Plan B 去了，作为 exit，哎，我心里就安心了，我不去做。那时候还 COVID 猖獗的时候，2020年10月份大家都不 travel，我在那个 airport 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一个周末，星期六、星期五去了，星期六买了，星期天回来了，然后我就放心了呀，我说行了，万一出现什么需要去退出加州的那个状况，我至少有个地方去啊，我至少我住哪，所以就是说你做好心理上和实际上去做一些准备，最后不发生你也不需要退，反正在那也就赚钱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做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们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，该想到的都想好了，最后这个事情怎么个发生，怎么个结局，都不是我们能够 control 的。你说你的事业做到最后能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因为你尽力了，你都做，该想到也都想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到最后他是不是能成功，这个就不是你能 control 的，因为很多自然的 disaster 也有可能啊，人为的 disaster 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情况的变化都是不能够 control 的，这样你就留着呢，没关系，你都想好了。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那个还比较小的小朋友，可以去，多练一练体育，因为竞技类是非常非常残酷的。像我小的时候也是，包括我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也是经历很多的这种失败吧。打球你就是输，输就是多，输了，准备了很长时间，到那边一轮游、两轮游都输了，或者决赛，好比打到决赛，你本来能赢的就输了。然后教练就告诉你，人家只能记住第一名，记不住谁是第二名。他就是各种打击你，我觉得这种打击是非常好的，你不要过于的保护。如果我以后有小孩的话，我就送他去练一个体育，因为你要从小让他受这种挫折，他受挫折，你出来再受挫折，他就能敢于去失败，敢于去面对这个失败，失败这不太正常？50%情况，more than that，你会遇到失败。而且像我觉得我特别有意思，有的时候我一开始先是遇到这个失败，比如说我老人院吧，就是之前那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，非常不好招人，招来一个人又不合适，都没得，就是没得选了，人家可能说你挑挑拣拣上哪儿挑啊，都没有人啊。就好多人他不理解你，他又给你这种建议，然后就让你特别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说你就你的口罩就随便给你自己的口罩，你都没有地方去买，你记得吗？卫生纸都没有地，你说这种话真的是这种人，我也是觉得非常不可理，我就不理这些人。就是你遇到这种人，你也别跟他 argue，
就你别浪费时间，你就自己做你能做的，那我不听他们的。然后我就招人，然后就不合适。我给他们钱都养着他们，等老人进来让他照顾嘛。转天就找借口就走了，这样就拿着一点钱就走了，特别不负责任。就遇到了一些这种员工，然后当时我就特别，这也是一个失败嘛，因为我每次招人经历了好几轮都没有很合适的，也是运气不好。我特别生气，我当时说："哎呀，不干了，也会总是有这种放弃的想法，我就觉得很正常。"后来有一次，我的老人就去了医院了，肯定急诊，他身体出问题。回来之后，他的手就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就是在医院那边他不好好照顾，满处都是非常 understaffing，他们也不足人。然后那个老人就在那儿跌倒了，可能还跌倒好几次。也没有人照顾他，回来脏兮兮的，手是磕得一青一块紫一块。我说从我这走的时候是非常好的，他回来就这样，我心里的那份怒火就变成了那种动力了。我说继续干，我说干，我说我们公司要继续干下去，把这些人不好的给他们干倒。最后，那我就有这个竞争意识就出来了，不就不服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能让我坚持下去。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有这种放弃的想法，比如很多人，你问他你想过放弃吗？啊，从来没想过。我觉得99%不可能从来没想过的。我们是人，至少我是经常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负面的，说不行就不干了。你说做这个干什么？就有的时候做这个它难度太高了，弄得我这。情绪都非常不好，很难解决呀，一些东西，而且这些问题不是我创造的，这是社会的一些问题，我们人力是改变不了的，这个疫情什么我也改变不了，那我们只能去应对嘛。那有这种负面想法没关系，你有这种负面想法之后，你做一个 self reasoning，如果我不做了会怎么样，对吧？如果我不做了会怎么样？我做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，如果我不做了，其实你间接。影响了未来的很多客户，他拿不到你这个好的服务了，那你是不是也愿意去放弃？你也可以去放弃啊，没有人去道德的谴责你，但是你自己能不能过自己的这个良心？你对你的梦想是不是要，不要这个时候放弃它，继续去追逐？其实还是跟自己的一个对话，对吧？就是有这种放弃想法，有负面影响。我觉得都很正常，你也不要觉得说自己有这种负面的影响就唾弃自己，哎，怎么这样？那么你就自己变成了跟自己去内卷了，你就去耗精力在自己的，就是说放弃还是不放弃？哎呀，你为什么？你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，你这样去想，你这样总跟自己去对话，等于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负面的一个 cycle 了。但是你如果说我放弃了。我会怎么样？我不放弃会怎么样？它是一个正面的，跟自己正面一个对话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这个就是你每一次就是遇到这样的考验的时候，你就会成长，因为你会在这些困难当中。我觉得大多数人哈，就是可能99%的人，其实我们平时在顺境中是没人能成长的，也没能够锻炼的你能够百炼成钢啊。所以都是要百炼成钢的话，一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拒绝，你才能够。练就一身本领和 handle 事情的能力，就是在critical time 都可以非常冷静的对待一些事情。所以这个今天那个这个聊天，我觉得对大多数这次可能上大学受拒绝，但是也有很多被接收，但这都是人生的一个起步吧。你说小朋友。录取了哈佛、Stanford，或者是常青藤，或者是一般的 San Jose State 也好，Community College 也好，其实都是买了一张火车票上火车了。真正在这个火车下站以后，才是人生的开始，我觉得。所以这一路上都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，就是你在火车里也会遇到，和人相处啊，或者是说开心呐、不开心呐，你会遇到很多事情。所以呢。真正我觉得我们能够准备的就是我们思想上一个强大的思想，就是人生就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，各种各样的挫折，各种各样的 rejection。那我们的任务哈，就是 how we handle it，how we learn from it，how we
把这自己的 expectation 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，这样的话呢，才会有一个好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人生中的一些挫折吧。你知道那个有个大电影明星叫 Marilyn Monroe 吧？梦露啊，他对，竟然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他认为他一生中都是在被遭到拒绝。你想，他那么受到大家的宠爱，然后是美国那个，我估计是女明星里面最有名的，成功也三，当然她36岁去世，但是在去世之前都是很光彩的。他竟然说他一生中都是，他是个，他觉得他一生都是在失败中。所以每个人对待这个，真是不一样。对，是不一样的。反正现在是申请季，对不对？大家其实研究生第二轮也都出来了，那个 MBA 也都出来，然后大学的都纷纷知道了嘛。肯定有人特别开心，有人特别不高兴了。如果说你失败了，你想你成就了那些被录取的人，因为你的失败就是世界救都了是别这样人，的。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去到非常理想的学校。你也可以看一看我，我就是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出来的，而且那我当时去的时候，个很多，我记得有一句话说，那种美国现在尤其是高科技湾区的大公司里面，真正的领导者都是在学校，都是三教九流的学校，真正那个 MIT 啊、哈佛、Stanford 的学生都是被领导的，所以我不是打击你，你肯定是领导了，我只是跟你讲有这么一个现象哈，因为其实到大学里面。最后的那个选人生的选择，还是在自己付出多少努力。进了大学，人进了大学以后，就是拿了一个铁饭碗，实际上没有铁饭碗，人生没有铁饭碗，你还是要努力的学习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寻找机会也好，然后开拓自己的思维也好。人生真正的开始是你走上社会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学堂。因为我们毕业很久啊，所以呢，那个当时在学校里学习很好的人，现在。不一定有什么生活得很精彩，因为他就 stop learning 了。他从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就觉得啊，我学完大学学毕业了，我学完了，我就可以 stop learning。那我呢，就是我认为哈，人生中一辈子都是在学习。我就是80岁、90岁，我死之前，我可能还在看书吧，或者在学习、在思考，因为这个就是让你能够有保持一个动态。因为如果说你人就是 stagnated 的不动了，那真的就是老了，然后人就是不会成长了。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非常有意思。我昨天突然间有个灵感，我在想我怎么样子给我女儿一个上大学之前的一个忠告呢？哈，我昨天在想，如果给我需要给她一个忠告的话，我就是说，上大学是你人生的刚开始，走出校门。走出校门，你这一辈子能不能过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，是在于你是不是有一个渴望追求的心。如果你一直在追求，一直在学习，一直在成长，你的人生会非常多彩。否则的话，没意义的。有的时候，时不时我很多朋友也跟我说，我觉得人生也没多大意思啊，就是天天就这么过着。那我说是的，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个 moment 啊，我自己也会有这个 moment 的，就觉得啊，人生没什么意思，一天都是。一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过同样的生活，那不是就是没意思吗？但是如果说你心里老想着有件事情要干，我有东西要学，然后我还去看好多地方我还没去，好多事情还没干，你就有一个 bucket list，有很多很多事情想去做，想去学习，想去 fulfill 你的 dreams，哎，那才精神就来了呀，那就觉得人生活得有意思，还是挺有意思，最好活120岁。我想活500岁。你就活500岁，我觉得也有可能哦。到时候换个机器脑子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是非常精彩的，非常 up and down，而且我觉得失败的记忆是比成功的更加深刻的。你成功就是那一个 moment，然后慢慢它就消减，但是失败不一样，你要 process 好几天啊，然后这几天都变成了你一个很深刻的。等老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哎。我那时候上大学失败失利了，没有去理想的，但是后来你又怎么样了，对吧？对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像看电影一样，看你的过去的人生，那些风和日丽的人生是不会在你的那个电影里面的，只有那些非常刻骨铭心的，
刻骨铭心一般都是痛苦的，能够让你受伤的，然后看着你的那个，看着你有伤痕的，你才会时不时摸一摸，时不时觉得记得起来。所以人生到最后，你有记忆的，在你身上留下痕迹的，全都是那些伤痛、那些伤痕，因为那些才让你成长，让你刻骨铭心。对，所以说你现在如果失败的话，再经历失败，那就是给你了一个机会去，在低谷的时候编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忆，也有可能你就是在去往成功的路上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谢谢 Sally 今天的那个分享非常有益，我觉得这些听得到你的那个观点的这些父母哈，或者是 teenagers，他们真是有福了，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拒绝和生活中的挫折，然后成为一个动力，成为一个学习的过程。谢谢 Vivian，以后多多去分享。反正大家如果跌到失败、跌到谷底没关系，因为你从下面一路看上来到最高的地方，你这一路看的风景更加多，就是非常好的经历。如果你一直都在上面，其实你也没有看到什么了。告诉从你，下面，对，从我们 San Jose State 经历了普通的学校，再一路上去去最好的学校。这种体验也是非常奇特的，而且这一路我也知道，我之后也会知道精英的那些学校的他们想法什么，我也知道我们州立大学的想法什么，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东西的。就对，是你如果失败了，可能就是增加你自己的一些经历了，真的没什么，去消化好就好了。对，我想你可能到哈佛以后还是会遇到一些拒绝，也会遇到生活中的一些挫折，但是呢，凭着你这份百炼成钢的心吧，没有问题，我对你是充满着信心。谢谢，到时候再跟大家汇报一下没我错，学习的情况。因为我再 follow up with you，把我们带到你的那个哈佛的校园。好。